我们等一下玩《天涯明月刀》哦，它是一个手游，然后我记得好像是古龙的小说改编的。我们来先看一下它有什么职业。这个太白呢，就是有点类似剑士的角色，然后他每个角色都有三种，应该说两种性别，然后女生有分少女跟女角。我不懂为什么没有正太，但没差，反正应该没人想玩正太吧。天香，然后天香是捕食的角色，然后他没有男角可以选，他只有女角跟少女。然后再来是神威，然后我是觉得这个的动作最帅，他拿那个刀碰到有起伏的地方，手还有做抖动，所以我觉得还蛮细致的。然后再来是唐门，然后唐门也是偏输出，他也类似超偶的角色。我那时候看我觉得蛮帅的，我有点心动。然后再来是丐帮的，他是近战的，然后他比较多那种控制的技能，然后他们会喝酒，所以喜欢喝酒的也可以选这个。然后再来是移花，然后移花是比较偏向那个团补的，为了找一个完美饭票，所以我选天香。可是我听说这游戏捏脸很厉害，所以我想先来捏捏看一位男性。我很喜欢古装的男生，我就比较喜欢这一种有胡子的，然后他有简易跟专家可以调。我来调调看他的眼睛。哦，好开哦，好像鱼，蜥蜴人。他的眉形这样好苦情哦，鼻子跟这感觉有点鹰钩，我没有那么喜欢鹰钩。我的天哪，这好奇怪，这好像卡通人物。这个还蛮漂亮的公主头，我今天要用我自己，今天没有要捏导演。然后我现在调我的鼻子，我的应该要先调鼻梁才会比较像一点，这样应该对。我的眉毛好像比较平一点，平一点感觉也比较和善。眼睛的话我要凶一点点的，美美的这样。他的嘴巴好像好不开心，开心开心。眼影不要太重，不然会太小。哦，我的天啊，好恶哦！啊，这好像好酷哦。公主头应该算我的代表，因为我的发型公主头比较好看。这样好漂亮哦，来拍张照，心动一刻。然后它有 3D 模式跟 2.5D 模式，那我自己会 3D 晕，所以我先学 2.5D 模式。哇，我要打这些，这是我的普攻。然后它有单体攻击跟群攻击，然后这是翻滚，然后它可以二段跳，重击。好，这是我的大招动画。哎，我用闪了。然后我一直在仔细看安全裤，其实那安全裤还蛮可爱的，红喜气。我们来记录一下我们跟师姐的游玩，好美。我要放大自己。欸，他而且他都会一直看着你哦。你们可以在里面创造一个假想女友，然后一直帮他拍照，然后可以设定天气啊，好像毛毛小雨好了，准备跟你谈分手哦。他还可以设定那个阳光的时间滤镜的功能，这个感觉很棒，湿淋淋的。这个好了，好像那个言情小说的封面哦，跟这城门合，跟这棵樱花树合照。点右上角的他拍会怎样，我给你们看，他拍会比较像是在拍风景，就是他的中心点就不会是以主角为主，他你就可以去选你想要选的那个地方，就可能可以这样子，他在用伞的样子啊，这样。好，我拍他打坐好了，这样可以很近看到安全裤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够清楚了吧。他跟我切磋吗？好啊，我来跟你切磋。欸，我会死吧？欸，他好会玩哦。我们先不要切磋好不好？我好像有点占上风哦。扁开扁。欸，遥控车快被我打死了。欸，他快死了，放你一马。那这样我还蛮强的耶。是因为我六等吗？没，哈哈哈，我胜利耶，好爽哦。这样子我的伙伴欸，遥控车你会回来吗？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队友，结果被我打死了。我可以打通我的人脉，充血充血我充了我的血。好，我们来看有没有那种很厉害的点装。我最喜欢逛点装商城了啊。然后我好像有点数欸，是那个
是干爹给的。啊，这个好美哦，这好漂亮，我的天呀！天一的意思是指抽奖，抽奖来了，抽奖来了，我们先抽一次免费，看我们几抽可以抽出那个。我来想想，这感觉很辣哎，希望我们可以抽到新王输赢。好，啊，我要先那个什么，先跟宇宙共鸣一下，看能不能抽到好东西。我最想要这个新王输赢，因为很辣妹，这个妆很辣妹。我买，没抽到，好了，再次，再买一个，又没有了，好爽哦！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，就至少今天一定要抽到这一套。啊，不是，好，我再抽一次。我抽到这个，这不是我要的。我抽到全套可是这不是我要的。好，我们再抽一单喽，预备，希望我可以抽到，希望我可以抽到新王输赢。咪要，拜托，至少抽到鞋子，凑完一整套，或是新王输赢。好，哇，又是这不一样的。好，我要抽喽。Yes， 全套了，全套了，全套了。我们为了这套衣服。来买这个马鞍，我们来骑马。有我的马，现在应该是很帅的、很趴的那个马鞍。哦，我好帅！这里有一尾瑶琴，我得到一尾瑶琴。哎，我会弹琴了。三二一，哦，这个游戏系统也太多了吧？好，哦，有点像节奏游戏，那我一定很强。啊，失败！哦，可恶，我这样就弹不出好琴了。我们来招募看看，看能不能招募到一个帅哥。我要砍这个是不是？哦，好漂亮！我是不是抽到好东西？我再抽一个。啊，我还可以继续吗？我应该不会一直自动购买吧？我记得我有累积很多顾小佳感觉蛮帅的，很像义渠王。啊，这婉儿哦，所以我刚抽到的普普嘛，我都没有抽到男生男生是不是比较难抽啊？这个好可爱哦，风小雪，拜托金色，抽到金色，这样我都没机会讲我的天涯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没有了，好，我们继续解任务，我至少有个胡小宝，他的画像真的帅很多，我可以跟他共修吗？不行。他救我时，我眼目受伤，意识不清。清醒后，只记得他的香气。奇怪的是，今天你身上的香气与他一模一样。他在撩我吗？我身上香气，我身上哪有什么香气啊？是不是他调的香？那个小女孩调的香？难道是进入送我的安神香？然后说不定有人故意身上也沾安神香哦，所以他就误会了。说不定拿剑的根本就不是他。我的推理应该没错吧？推理很准吗？我猜对了，对不对？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浪客剑心，经典中的经典这个是包青天的小包青天，蛮可爱的。包鹅，帅就是说可不可以当我小公狗，欢迎啊，你腰够细的话。然后听令问我喜欢狗喝水还是公狗腰，公狗腰吧，狗喝水。哇，我好像回答不该回答的问题。我们来玩这个，我看我现在队友应该人都蛮强的。我们来挑战一下，来，我们的朋友有毛豆、小鸭、幽冥梦者、闪电梦者、彼得·帕克，同意，打打打，我就好好补大家就好，当一个好补师。哦哦，主角来了，他也太大只了吧？幸好有人可以长那么大只啦，而且他还有两阶段呢，脱离脱离，可以可以，我好烂哦！闪电梦者最强果然有节就是不一样。天涯明月刀 M 浪漫社交，处处心动。天衣有情，缤纷华裳。红尘共度，攻略伙伴。人人有房，装修自由。立即下载。